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趋势指标哈。那今天是3月16号，礼拜一。好，台股今天开低以后沿路走低，今天几乎收在最低。那大盘跌了414点，那量是微幅缩到2093亿。好，那我之前已经跟各位讲过了哈，这个盘它只是在半山腰而已。那在过年以前，我就跟各位讲，起码跌3000。多一点的话会来到，我都已经讲了，不是现在讲。那第一波现在是跌到，现在是跌到9700多，还早，所以弹升上来，弹升上来是让你做逃命的。因为我已经告诉各位了，这个已经跟各位讲过了哈，月线的部分我没看到，我有没有事先跟各位讲扣高转折，这一月、二月、三月还在扣高转折，像这个月三月扣高转，四月一样扣高转折啊。那这是加权指数，那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过道琼一样？一月、二月、三月还是这样啊？道琼月线啊，纳斯达克也一样啊。你如果刚看电视节目的，麻烦你去看看我去年农历年前的那个 YouTube， 我每天讲的。然后呢，你也可以看，你参加我 Telegram 或是我的 Line， 我都有在《工商时报》上面的腰稿都讲得一清二楚。本月会急跌，我需要再拿给各位看吗？我懒得拿给各位看了，你自己去看了。我叫你说，你要来参加我 Telegram， 你要看我的 Line A， 然后呢，你要注意看郭宪政电视节目。现在投顾市场，全投顾市场只剩下两个老师看空，另外一位已经开始转多了。那个我们不予置评。那我跟各位讲，我到现在续空不变啊，老师你怎么去看呢？第一波这叫结构，第一波跌下来一定是主流电子股、瓶盖股，对不对？这种人气最高的股票，那这些有很多都已经跌得稀里哗啦的。这环球金433，跟各位讲，来，这个文茂也跟各位讲了，327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3406也跟各位讲了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跟各位讲？6112，还有呢，2327。这500块附近跟各位讲的，我在空，我怎么空的？我都跟各位讲，第一波是这种股票，然后这些有一些，哎，我没有全补哦，有部分补。然后我在上礼拜，我是不是跟各位讲，这一档是我不补的股票里面一档高价股，这多少300多块跟各位讲的，300多块跟各位讲的，3661。四星跟各位讲237，这边246，你看啊，今天已经来到173，2379，这一档也是我不补的股票。这里230跟各位讲的，230跟各位讲，现在在这里，那是在高档的低档，3661四星是在高档的低档。我讲这些，各位都不会相信呐、啊。你如果今天看电视节目，你没有那个感觉的。但是你如果看我电视节目，从农历年前开始看，你很清楚。我说我在空是有 tempo 的，第一波 tempo 是空这些主流的电子股，比如讲被动元件、矽晶圆，比如讲瓶盖股。再来，我就空一些所谓的电子跟零组件跟高价股。来，向准这一张。我问各位，他在高档还低档？我问你啊，散户永远在高档买啊。今天啪姐又这样，差一点跌停板，这之间差距多少？高点583，低点514，一天就差了快70块。还有什么？2345，来，智邦是不是在高档？这5G概念股是不是在高档？You tell me 啊，你告诉我啊，这叫创意，它也是在相对高档，
对不对？三零三四，也在相对高档，来八二九九，是不是在相对高档？相对高档，四九六六，普瑞是不是在相对高档？这个之前我都讲过嘉泽的，这次都被炒过头的股票。那这个有很多还有肉的，有很多还有肉的，来，这种车子零组件的，你也要小心。来，利基，高档也跟各位讲过，高档有跟各位讲过，这种翔硕，之前我有跟各位讲过，也都跟各位讲过。来，原相，我们跟各位讲。量196以上不要追，不要追。我在讲，各位有没有在听？没有哎、欸，来这一档一档做验证哈。郭先生的节目哈，麻烦你看一下。我跟各位讲哈，来一档一档讲。国巨都没看到，有没有跟各位讲？要空，有哈，我把前面都已经消掉了。空空补，空空补补，对不对？跌太多的放它一马，转空其他的未来要跌的股票，来，穷寇莫追，你听好不好？所以股票跌很多，你再去空它是没有肉的，你要去找有肉，这叫结构。结构，你比上这就很有肉了，这里就有肉，这就有肉呀，这嘛就有肉呀。这么就有肉呀，这么就有肉呀。这么就有肉呀。对不对？好 ,OK。文茂是不是在前面有跟各位讲三四一空空空不空不空不，对不对？各位知道吗？全投顾老师只有两到三个躲过这一波风暴嘞，还大赚钱的郭先生是其中一个哎，而且我都事先讲，我空在最高，而且我都领先，我没有事后，因为怕你们做错，但我搞不好啦，没人在跟我信道啦，散户不会相信我啦，我现在再重复跟各位讲一次，12200点跌下来。基本消费额是3000点，会跌6000啊，最少5000点起跳啦。那离现在呢？现在只不过才跌多少？2000多点，后面还有一大段呢。那到后面的话，它会急跌，那有很多人又不在西挖哦。郭先生不会错啦，我已经跟各位讲过，我从金融海啸以后我就没做过空。为什么？我去年十月开始做空。第一波很多股票被我 K 下来啊，文茂、双红、神盾、新日新、超重、康控，很多啦。我第一波是空瓶盖股，手机零组件，那再来我的一动啊一动。点名啊！欸，被我点到名的哈，你有的你赶快跑一下，拜托一下好不好？郭先生不会错的，很多股票在相对高，在相对高，所以我之前是不是跟各位讲，你要注意瓶盖股、高价股、手机零组件、矽晶圆、被动元件，那现在再来就是高价股、高位阶的股票，高位阶的股票你听懂吗？这是不是在高位阶？这是不是在高位阶？这是不是在高位阶？是不是？你告诉我啊！这是不是在高位阶？这是不是在高位阶？这是不是在高位阶？这个也是在高位阶哦。好，一档一档讲。然后呢，环球金来一涨一涨讲，环球金433，空一笔，空两笔，补一笔，还有一笔不补，
它也是我没有补的股票之一。2049是我没有补的股票之一。2345是我没有补的股票之一。瑞昱是我没有补的股票之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还有低点啊。那现在资金有一些像被动元件系、被动元件跟一些瓶盖股已经跌很多了。那我赚了一大票以后，我资金以往去空未来会跌的股票，轮流空啦，你不是死空欸，它要有 tempo 呢、欸。啊，什么叫 tempo？ 节奏。我不是叫你跳探戈，我是讲叫你讲要有 tempo， 你听有无？是 tempo， 不是探戈。所以我今天要讲什么？我跟各位讲，最近有很多投资人已经在我的 LINE 上面哀给我听了，老师，我之前都没有听你的话，哦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之前不是跟各位讲过了吗？以后跌下来，已经有很不是我会员的100%求救，已经开始有求救声音出来了，已经有了。老师，我之前没听你的话，现在怎么办？有时候我来赢的，我来回啊，我还讲啊，要安哪，现在要安哪？安哪就伫延平北路二段欧米林大酒家安哪？我咧讲话，你拢无咧听。三房两厅三室，嫁一个客兄。我讲话气，你知无？我挂人嫌家，房家人嫌臭臭，做到人老官房嫌个老烂。有问题，我事先跟各位讲，而且是我第一个。你再去听啊！你在听其他老师在胡言胡说八道啊！100个，我跟各位讲，只有全投顾只有2个老师做对而已啦。哦，没有3个。但是一个中间已经转了，只有3个老师做对，郭宪正是其中一个。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过，在台湾，在台湾有程度厉害的分析师只有5个而已，郭宪正是其中一个。我每次都是排行榜。我之前在做多的时候，你们在哪里？我在做空的时候，你们又在哪里？对啊，你们就喜欢听那个形象好、会讲话的、啊，没有用。你要的是什么？这个老师有没有料？我已经跟各位讲过，郭宪正有30几年经验，再给各位看一次。最近我的点阅率升得很高，很多人告诉你要操盘几十年，我听了就上不通啊。郭宪正民国78年，我75年入行。现在很多软体上面的三观架是我发明的、欸，只是我没办法申请专利了，它就跟 KDSI 每个人都可以用啊。税不 K 我发明，足不 K 我发明，量能比我发明，三观架我发明，双观架我发明，趋势转折有三转折、五转折、五转折我发明，均线偏移我发明的。还有没有其他技术分析？我讲不完啊，我都发明特殊技术分析来对付这些法人。那我领先先跟全国投资朋友讲，没人鸟我。对啊，你错了，什么没人鸟我？大资金的很多人找我，惊死也来找我，看电视看久也来找我，还有一些是长期看我电视节目的，也是郭宪正这一辈子没错过呢。我已经跟各位讲过，郭宪正。加权指数的波段高低转折点，我气人慢慢丢过。我咧讲，你想无？有咧听无？无啊！你用动作，我咧操蛋啊！我甲你讲诶，我做投顾老师，我是做副业诶，你知无？我是要看救偌济人，剩偌济人。你知道这一波下去，有很多人会倾家荡产呢。怕的来找我，不怕的马上转台，不要回来啦！我不缺你一个啦！我已经善尽告知的义务，我对天对地，我有交代。我跟你做都搞，我不是在怕滚美国油，我能救几个是几个啊！我讲话也不太客气啊，因为什么？散户永远不会清醒，必须要强力的酸你们一下，你们才会觉醒。最近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人在注意郭宪正了，你现在才注意到哦。我当投顾老师当了20几年。只有内行人会来找我，我很少这么大声的，因为事关紧急，这一波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啊。我都已经讲过的，
趋势转折月线偏空，苹果股价我也会算，要不要算一下苹果股价给各位看？来看一下电脑，我不开引导啊，这我在讲，就是没人再给我听。第一波下来256，这个高点，你做股票，你不懂得苹果，你跟他玩什么玩呢、啊？我节目上讲327，事先做预告，《工商时报》邀稿每天讲，然后呢，农历年前就事先预告给各位的，最高327，法人在跑，你没看？然后我有没有跟教过各位台湾50反一 VIX 外资在大买，有没有看到台湾50在跌？有没有？你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我讲太多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讲那个了。第一波下来156，156上来，我有没有上来跟各位讲30几？有没有？如果没有讲，你给他冰的，我都讲给各位。老师，你为什么那么厉害？来，第一波下来327，这里我就知道会到256的同时弹升上来。我是不是在节目上面跟各位讲300？这个低点这里算出来，这个高点这里算出来，未来苹果股价在哪里？有没有看到 ？Take a look， 苹果股价未来低档是在这附近呐、啊。讲完了啦，有看到算你福气，没看到你家的事啦、啊。我道琼会不会算？会，那个都是外国指数，连郭先生都会耶、欸。为什么？我有特殊技术分析。好啦。反正神仙猪狼吼，我不管了啦。会惊你来找我啦，不你怎么斗啊？你跟我赌啊？我已经跟各位讲过，跟我对坐的只有两个人成功，一个还没出息，一个跟你双定金。你我跟你讲废话，我是跟你讲废话，到现在有没有印证？我现在跟各位讲哦，下一波低点是郭先生买的啦。其他投顾老师都断头了啦，全投顾只有两个老师躲过风险，两到三个，我是其中一个，而且我是赚钱的，我赚大钱，你不来跟我，那是 that your business not mine， 我已经散尽告知义务。我讲到这节骨眼上，我必须要这么大声讲，无你袂醒啦，会惊不？惊你就来啊，袂惊你就转台啊，你转台啊，转啦、啊。不要来啦！我在投顾，我在证券市场30几年，我看过多少人家破人亡，你没有深深体验过。这一波跌下来，很多人会来找我哭啊。昊鼎之前755，我有没有讲75会来？有没有？老师，你没准加到79，长期看我电视节目，看我电视节目超过2年的，请举手一下，见证一下。为什么知道？我有基本分析啊，我基本分析很厉害啊。很多人告诉你，这叫涨价概念股，你涨个头啦，没人买单啦。我讲过什么原因呢？你没注意听吗？没有吗？郭先生不是一介武夫啊，只是我不善表达，只要用最粗浅的跟各位讲，程度我程度很高了。什么台大，我买台大啊，我台湾长大啊，讲得起，不是习不习弄的问题。今天有很多人求救。很多人老师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之前没听你的话，老师都没有跑，现在怎么办？我现在都没钱了，我只能回，我怎么借你钱？我如果要借钱，我借不完，我借你们借不完，我只能试着告诉各位，你要小心注意。如果你有心，你来找我，你越早来找我越好。现在还有救哦。我现在在轮流空哦，有很多高价、高阶的股票还有的跌哦，还有的跌哦。
现在总体的一个所谓的加权指数跟台股是在半山腰哎、欸，如果玉山是4000公尺，它现在只不过是在差不多多少2700、2800而已，后面呢会跌到烧山底，你会不会怕？不会啊，那你跟我赌啊！我跟各位讲，郭先生不会错的啦，这一波急跌是很正常，因为之前是超涨，现在是急跌。那几点动作要靠越快来找我越好，我讲完了，哦，空军召集令，你越早来找我，我会叫你卖在相对高档兼放空，你躲过风暴还可以赚钱。你不来找我，我跟你讲，想要听实话吗？你永远会在股市里面毕业，相不相信？那是你个人因缘福报，我已经散尽告知的义务。好，希望你听得下。虽然我讲话不好听，虽然我脾气很大，我不是脾气大的问题，是因为你没有亲身感受。太多人跟我求救，之前都不听我话，现在来求救，已经没钱了。但是有一些呢，还有觉醒，老师，我要反败为胜，就来找我啊！你还有救？那在低档上，我空单全部回补，反手。做多，未来反手做多，谁排第一？直接跟你讲，郭宪政啊，每次的高低点都是我养的啦，因为我有特殊技术分析，这是我在对付这些法人做手外资的。啊，你听好不好？今天有看到这些，我就妈昏倒了，对不对？一堆人在这对这个暗战，一堆人在对暗战，暗战。我不知道在战什么战，好了 ，OK 的，我已经讲到太多的那种，已经没什么形象了啦。做空是没形象的，一定要大声吼，你们才会听。刚开始吼没人鸟我，现在吼已经开始有人在呼应我的，了解吗？未来会有很多人哭，不是我，是不相信我的投资朋友，一些散户。快点来找我，你还有救。我已经讲完了，自己做决定，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。我该说的说的，你自己想想看。你来找我还有机会，不来找我 ，no chance。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。那么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，再跟各位继续谈。好，空军召集令啊、哦！想要卖在相对高档，想要躲过风暴的，欢迎来找我。好、哦，今日入会在家政，未来的秘籍班，你未来会变高手。早来找我，跟晚来找我，一定会来找我。拜托各位，因为我是你的救命丹。待机投诚，空军一号一律吸收会齐。今日入会再送秘籍班，空军一号一律吸收会齐。今日入会再送秘籍班，一个拨打奇葩投顾02-2389-868902-2389-8689。奇葩投顾启动财富成长，发现幸福人生。想带家人出国旅游却难以实现，想为家人换车你却迟疑了。别让缺钱成为你的理由，让启发投顾协助爱家的你打造幸福美满的家庭。选择启发投顾，获利轻松入袋。致富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，启发投顾。待机投诚，空军一号一律吸收会齐。今日入会再送秘籍班，空军一号一律吸收会齐。今日入会再送秘籍班，一个拨打奇葩投顾02-2389-868902-2389-8689。欢迎回到现场，爱之深责之切，我是怕各位以后怎么办。所以口气有比较差一点，
但是没办法，有时候投资朋友必须要我这样子讲，他才会清醒。好、哦，希望各位包涵。好、哦，那认同我的，想要低买高卖的，未来在低档用力买上来的，现在你可以避开风险的，先避开风险，未来低档我带你买上来。OK， 好、哦，那愿意来的，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。那我未来会教你如何事先做预算，你未来会变高手。放心，交给我，你手头上的股票我会帮你做处理。好，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，祝各位明天操盘顺利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